优酷综艺者，就是灌篮五女妖嘉宾白敬亭、魏晨、任嘉伦、张九龄、朱芳雨、杨明、麦迪、周琦等。二，新力出品的电视剧《实习律师》主演金晨、王子异、郭麒麟。三，综艺新生听我唱。四，优酷电视剧做自己的光主演刘涛、秦海璐、刘宇宁。六月份开机。五，综艺《我是特优生两招商》中女妖嘉宾声音委员边疆、张杰、冯俊华、姜广涛。演技委员张若昀、于和伟、朱亚文。日配委员花泽香菜、韦玉贵。六，优酷网剧《你也有今天》改编自叶斐然同名小说，主演陈星旭、张若楠、李俊贤。五月底开机。七，网剧《花间酒》《人间月》目前定的主演是段奥娟。八，腾讯综艺《沸腾校园》五月录制，女妖嘉宾杨丞琳、韩建赐、刘宇、蔡徐坤等。典型的人红是非多，蔡徐坤现在身上的关系还真不少，前两任经纪公司都有公司。简单的说一下，他在参加《亲你》之前的经纪公司是一海影视，后来 9person 成团签约了爱豆世纪，在之后团合约到期解散，现在是自己的工作室，官司复杂得很。先是一海影视告爱豆世纪加蔡徐坤，官司三年了还没有最终的定论。这不，前几天又有爱豆世纪告蔡徐坤，甚至还要求冻结了蔡徐坤工作室的6000多万，为期一年，官司也还没结论，挺乱的。无非就是为了钱，都是各自说各自的理由。一海说蔡徐坤在合约没到期的时候擅自解约，蔡徐坤说你答应我的没做到，受骗了。爱豆世纪说蔡徐坤在合约期内发的专辑赚的钱应该给自己分成，蔡徐坤说是钱说好的不分。至于谁对谁错，现在也不好说，得等最后的官司，看当初如何签约的合同，法院会给出最终的结论。不过说一点，爱豆世纪实际上是爱奇艺的公司，蔡徐坤这一下算是得罪了这个大平台，日子不会太好过。